一个破天荒的新的项目，大家注意一下吗？不用透露，可以告诉大家是黄建新导演。好，那非常期待我们这部《傻酒神》。那我也知道是怎样的一个故事。各位观众，我就是一个正常的人，就是有点创意，希望有个题材自己想拍的，那就终于找到一个机会，这次就。 用心的去把我的第一次工作做好吧。整个工具需要差不多三年，那现在将近完工了。那这是一部《三林魔王》继续在西方又重新出现了。那古天乐、杨千华以及仔仔，我本身没有这个角色这么浪漫，因为他真的对我来讲有一点夸张。 真的，对，他是一个很为爱情执着的一个男生，有点像第一集的火星人那样的一个人格，对。哇，三分钟，三分钟的时间啊，真系苦苦地又话好复杂嘅味道，所以我哋咧到时咧记住咧，嗰个爱情嘅味道系点样样啦。 好，左手边唔该，thank you。那我这次做的是，就是国际武器贩卖组织的一个头，那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尝试。然后里面有用，譬如说用英文的对白演出，然后有一些飞车的镜头，都是第一次尝试，就很新鲜。然后大家一起相处非常愉快，拍这个戏印象非常深刻，非常期待。我唔知我一条打命。 原本导演问我嗰阵，佢话嗌我做，我话真系唔知点解一条打命。打命啊，OK，好，谢谢。那这样，有机会的话，然后剧本对的话，还是会拍的。然后，可是你说要找到那么多演员，然后那么好玩的演员，其实也不多，老实说。然后，我怕我拍多了，他们就不照顾我了。然后我现在少，比较少拍的时候，他们会很照顾我，这样我觉得很，啊，不会啦，我会照顾你的。啊。 我会，你会是？对，那有你的我才拍好了。对对对。用的这个很苦很苦，是那个最苦的奥秘，给大家喝。但是，所以他拍那个谁，直升机晕倒啊，他都没办法救他，因为他没办法，不知道他讲什么，哎，我哎，他听不懂，所以没办法救他，所以这个是，我觉得我们要有多一点翻译在现场，让我们沟通好一点。2014年再创高。 好嘢，Cheers！飲杯，多謝咁多位 ，Thank you！辛苦曬咁多位功臣，多謝曬 ，Thank you！亦都多謝老闆咧，20年以嚟嘅帶領，多謝林。